亲爱主，我哋嘅阿爸父，全能圣洁嘅主，我哋愿意一切荣耀、颂赞、尊贵都系归到你。主，因为你系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主啊，你系我哋生命嘅主。我哋今日早上嚟到你嘅跟前，我哋再一次赞美你、歌颂你。我哋向你讴歌，我哋亦都向你嚟到系倾听你嘅说话，愿意你嘅灵嚟到去。开启我们的内心，让我们来到去接受、领受，来到是让你的说话去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跟从你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，阿门。诗篇119篇65至72节，耶和华，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，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，因我信了你的命令。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你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。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骄傲人骗造谎言攻击我，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。他们心蒙自由，我却喜爱你的律法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，胜于千万的金银。天上的大君王，我们的主耶和华，我们的天父阿爸，我们要来到你面前赞美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确信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是于我们有益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更何况我们有你精明的智慧，你的律例典章来到去帮助我们、扶持我们。所以神，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敬拜你，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上帝，你是那个信守诺言，你都是施恩施怜悯的主，你善待一切跟随你的仆人，跟随你爱慕你的儿女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赞美你的智慧，我们来到歌颂你一切的律法命令，因为你的律法命令是圣洁纯全无有瑕疵。主，我们要遵行你的说话，当我们去回应你的呼召，我们愿意去顺从遵行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活出美善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愿意离开一切傲慢人，那些恶人他们的网罗，纵然他们是执迷不悟，纵然他们是用的恶计来到谋害，来到毁谤你的儿女、百姓、子民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就得着释放，得着拯救。第二，我们要用信心去感谢回应你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要承认一切都是对我们有益，即使受苦也都是对我们有益处。主，就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各种的困难处境里面都以你为生命的满足，因为只有你能够满足我们干渴的心，只有你比一切即使是千万金银都更加宝贵。我们的祈祷感恩赞美是奉主耶和华之名而求，阿们。耶利米哀歌20:20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睇下，你曾何时咁样对付过任何人呢？母亲又点可以食自己嘅孩子呢？祭司同先知又点可以喺主嘅圣所里边被杀呢？年老嘅同年幼嘅横死街头，少男少女都丧身刀下。
在你发怒的日子杀了他们，毫不留情。你从四面八方召人攻击我，就好像召集人来过节一样。耶和华，你发怒的日子里，没有人得以逃脱，没有人得以消免。敌人杀死了我养育的儿子，我在耶和华烈怒的杖下受尽痛苦。他把我赶入黑暗里，使我看不到光明，又屡次攻击我，终日不断。他使我皮肉枯干，他截断我的骨头，使我四面受困，上尽痛苦艰辛。他使我住在幽暗中，好像死了好久的人一样。他围困我，使我无法逃脱。他给我戴上沉重的铜链，即使我哀哭呼求他，他也掩耳不听。他用凿好的石头阻挡我的去路，使我的道路曲折难行。他好似埋伏的巨霸，又好似等候突袭的猛狮，把我拖到大路，将我撕成碎片，一片凄凉。他弯弓搭箭，把我当箭靶，用箭袋中的箭射穿我的心脏。我成了万人的笑柄，他们终日歌唱讽刺我，使我饱受苦楚，享尽苦涩。他用石头打断我的牙，把我践踏在尘土里。我失去平安，忘记了什么是快乐。我说，我精疲力竭，对耶和华失去盼望。想起我痛苦和漂泊流离的日子，就如苦艾和苦汁一样那么苦。那种情景缠绕我心，使到我心情沉重。但是我想起这些事，心里就有盼望了，就是耶和华的慈爱永不终止，祂的怜悯永无穷尽。祂的慈爱和怜悯每日早晨都是新的，祂的信实无比伟大。我心里知道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我要仰望祂。耶和华必赐福给那些等候和寻求祂的人，所以默然等候耶和华的拯救是美好的。年轻时扶厄受苦是有益的，受耶和华管教时要默然独坐，要谦卑，免苦于地，是这样或者还有希望。要任人打面，甘心忍受凌辱，因为主不会永远撇弃人。就算主使人忧伤，祂依然怜悯人，因为祂有无限的慈爱，祂不愿意使人忧伤痛苦。将囚菌踩在脚下，在至高者面前冤枉他人，审理案件时颠倒是非，都是主所不容许的。若非主许可，哪个的话可以兑现呢？祸福岂不都是出自至高者的口吗？世人因自己的罪受罚，又何必怨天尤人呢？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重新归向耶和华。让我们举起双手，诚心向天上的上帝祷告，说我们犯罪背叛你，没有赦免我们，你满怀愤怒地追赶我们，毫不留情地杀戮我们。你以密云遮盖自己的面，以致我们的祷告达不到你那里去。你使我们在列国中沦为废物渣滓，我们的仇敌都幸灾乐祸，我们充满恐惧，面临陷阱、残害和毁灭。
因我同胞被毁灭，我泪流成河，我的眼泪涌流不息，直到耶和华从天上垂顾，眼睇城中妇女的遭遇，我痛苦不已。敌人无故地追捕我，好似扑猎飞鸟一样，他们把我推入坑里，又用石头撼我，水已经浸过我的头，我想我就要死了。耶和华，我在深渊呼求你的名，你曾垂听我的呼求，求你现在不要掩耳不听我的祈祷。我向你呼求的时候，你曾经来到我身边安慰我说，不用怕。主啊，你为我伸了冤，救赎了我的生命。耶和华啊，你已明察我的冤情，求你为我主持公道。你看到了他们怎样仇恨我、陷害我，你听见了他们怎样辱骂我、谋害我。他们成日毁谤我、图谋害我。你看，他们坐低，他们起来，都唱讽刺我的歌。耶和华，求你按照他们的所作所为报应他们，求你使他们的心里顽固，好等你的咒诅落在他们身上。求你发怒追赶他们，从世上铲除他们。亲爱主，我们今天看到诗人这个我们的先知耶利米，他怎样经历到上帝你自己的愤怒带来那种的痛苦的经历。他说到在黑暗的当中，他见不到光明，他见到他的皮肉枯干，他的骨头也都折断。他也都看到上帝你怎样令到有一个的各种的族类来到去攻击他，这个城类来到攻击他，有苦楚和艰难来到围绕他的生命。嗯，在他一切的困难里面，他向你来到去呼求，他说，上帝啊，他的力量来到衰败，我自己的力量衰败，但是当在没有指望、没有指望里面，他再一次来到去寻求你，求你来到去纪念。主啊，你在耶利米的身上，他经历到在地上各种的哀伤、难过，也都包括了他见到子民百姓那种的叛逆，他流出眼泪，他心里面来到哀叹，心里面带着各种的悲伤难过。就当他在最悲伤最难过同时间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去等候你，心里面去盼望你，去静默盼望上帝你的救恩。嗯，上帝你就在他最绝望、最痛苦、最无望的里面，你给他有盼望。他等候你的时候，他就见到上帝你的作为的彰显。上帝你要施恩，你要怜悯，你要叫过一切凡是等候你的人，因为你的缘故，因为你的缘故，他们不会再落在那种无望的当中，因为你的缘故，他们可以不致消灭，从你里面得着慈爱，可以经历到从你赦罪而来那种的怜悯。因为你的应许就是，凡愿意等候你回转跟从你的人，必定是能够得到盼望，得着拯救，得着释放。你比耶利米看到的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是极其的广大。神，我们要来到俯伏在你的跟前，就是这一种每一日新的恩典，每一日新的盼望。你给到我们所有相信你的子民百姓，就是就算我们落在百般的试探、忍耐、百般的痛苦、哀伤、流泪的里面，嗯，你仍然给我们有指望，你仍然给我们有出路。主要就纪念到我们不同的肢体、不同的弟兄姊妹，往往不是只是单是我们自己的罪，往往很多的时候
是我们身边的人、嗯、我们挚爱的家人，我们的配偶，我们的儿女，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姊妹，以至到我们的亲友，我们邻舍，他们的罪、嗯、他们怎样背叛你的时候，亦都是令到我们受伤害，令到我们陷在一个很痛苦、哀伤、难过的局面里面。神啊，就我们愿意为我们身边的配偶、子女、弟兄、姊妹、教会，求你来到去赦免、嗯、求你来到去怜悯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可以正如耶利米一样，他虽然见到子民百姓的背叛带来的伤害，带来对整个的民族，你都带来对耶利米的伤害、嗯、但是在一切的里面，他仍然再一次仰望你、嗯、再一次盼望，因为每一个早晨是有新的恩典、嗯、每一个早晨再一次是有盼望。虽然人是会令到我们失望难过，但是在主你里面，当我们看通的时候，就能够是从你里面得着力量。主啊，就帮助我们，我们不只是看到身边有罪的人，而是我们看到在有罪的人背后你自己的施恩怜悯、嗯、所以我们仰望你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希伯来书一章一节，在古时上帝藉着先知用各种的方法多次的跟我们祖先讲嘢。在这个世界的末期，他又藉着他这个儿子亲自的跟我们讲嘢。上帝早已经立他承受万物，并且藉着他创造了宇宙万物。他正是上帝荣耀的光辉，是上帝本体的真像。他用自己充满能力的话语去维系万物。他洗净了世人的罪之后，就坐在天使至高上帝的右边。他既承受比天使更高的名分，就远超过天使。上帝从来未曾同任何一个天使讲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成为你的父亲。又或者这样，我要做你的父亲，你要做我的儿子。上帝差遣他的长子来到世界上的时候，说上帝的天使都要敬拜他。上帝提到天使的时候，亦都只是讲上帝使他的天使成为风，使他的奴仆成为火焰。但论到他的仔，他却是说，上帝啊，你的宝座永远长存，你以公义的杖执掌王权，你喜爱公义，憎恶邪恶。所以上帝，你的上帝用喜乐的油膏你，使你超过同伴。此外又说，主啊，太初你奠立大地的根基，亲手创造诸天，天地都要灭亡，但是你永远长存。天地都会好像衣服那样渐渐破旧，但你却要好像卷外衣那样将天地卷起来，天地好像衣服一样那样被更换，但你却永远不变，你的年日永无穷尽。上帝从来未曾同任何一个天使讲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到你的仇敌能够成为你的脚蹬。天使，亲爱主耶稣，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你起初就立了根基，天地都是你手所造、嗯、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，天地都要好像衣服渐渐变旧，你却是要将天地卷起来成为一件外衣，天地就都改变，唯有你永不改变，你的年岁没有穷尽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不单止是那个创天造地的主，你更加是那个愿意卑微
差遣你儿子来到我们人类当中，为要成就你自己所立的约的主。你喜悦你的儿子，你高举他，虽然他被世人置于死地，但是你将他高举。主耶稣，你现在就在天父上帝的右边，你在天上边仍然眷顾你的子民百姓。上帝啊，我们要感谢你，纵然我们有很多的事不明白，纵然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患难，很多的挑战，但是神，我们不需要害怕，因为你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 来到你的跟前，你就会和我们一起承担这个世界上面所遭遇的。天父上帝，你的话语是不会更改，即使世人不明白，即使有很多的、真理的话语他们拒绝，但是我们已经承受你话语里面的所有的宝贵。主就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去为你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，以致我们能够与主耶稣一样，能够发出神你的荣耀，你的光辉，透过主耶稣的榜样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内住和帮助，我们都活出一个发出主荣耀的光辉的生命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一切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愿意继续靠着你的话语来到去过每一天的日子，因为唯有你的说话永不改变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得胜复活之名而求，阿们。箴言二十六章二十一、二十二节：好真敬的人善画争端，就如如火加炭、火上加柴一样。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心腹。亲爱主，我们感谢你今天箴言说话的提醒，我们见到这个世界上有真敬的人，他们的存在只是令到更多的真敬的发生，更多的争端。主啊，你又提醒我们，这个世上有传舌的人，他们的言语是令到人被迷惑、被吸引，去进入更多这个传舌的当中。主啊，求你帮助你的子民百姓，我们不要陷入这些魔鬼的网络里面，包括了不要被那些真敬人来到煽惑挑起那些不和、那些争端，而是我们要做和平的人，要做平安的使者。主啊，你都叫我们不要成为那些传那些谣言、传那些闲言闲语的人，而是我们要来到传扬耶稣基督你的救恩。我们要用各种的方法，在各种的场合，我们时常的想，时常去想，就是怎样来到将救恩来到同人去分享，而不是将一些闲言闲语成为我们要讲的说话。主啊，就求你帮助你的儿女们、弟兄姊妹，在这个周末里面，我们一方面来到去反思过一个星期，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的传舌的人，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真敬的人。另一方面，就在一个周末里面，我们再一次立志成为一个和平的人，成为一个传福音你所喜悦的儿女。主啊，就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姊妹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十月三十号灵修思考问题：希伯来书一章三至四节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像，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，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对于你，耶稣是哪一个呢？这段的经文怎样形容耶稣？这些形容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？
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今天早上真是献上我们的感谢。嗯，主啊，孩子，当看见弟兄姊妹都是一起来到去聚集，一起来到去真是有这个心去追求你，去渴慕你的话语的时候，就献上满心的感恩。主啊，多谢你。主啊，我们要赞美你。主耶稣，我们更加要赞美你，因为主啊，你就是我们天父上帝荣耀的光辉。Amen. 你就是我们天父上帝的真像。主啊，你是有权能的。主啊，你是有儿子的名分。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恩典。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拯救。主啊，你就是我们的盼望。主啊，或许有时候我们信耶稣耐了的时候，我们同你好像很相熟，但是有时候又觉得很陌生。主啊，求你就是赦免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懒惰软弱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走我们自己的路，我们没有忘记了主你就是我们的主。主啊，你就是荣耀的真像，我们要反映你的荣光。Amen. 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有话语给过我们，你有你的训词，你有你的律例给过我们。你是善的，主啊，我们要学效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要遵行你的律例典章，以致到我们都是成为善，可以反映你的荣光。我们赞美感谢主。主啊，我们要在你面前认罪，好像耶利米看见主当你的列怒发作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是要惊恐，我们就是要受到这个的惩罚。主啊，但是在另一方面，当我们愿意等候，愿意去寻求你的时候，主你就一定是要赦免我们。主啊，当我们惊惶，我们恐惧，我们怕的时候，你就来到我们的当中，你就在我们的旁边说，孩子你不要怕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当我们最软弱最无助最孤单的时候，天父你仍然同我们同在。我们感谢赞美主。哦，主啊，你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你真是我们最好的阿爸天父。我们感谢赞美天父。主啊，多谢你愿意你的灵继续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，在孩子的心里面去动工，让我们更加的有力量，更加的去渴慕你，更加的愿意去等候寻求你。多谢天父。今天真是得着你自己的灵量，以致到我们是有力量过我们的生活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多谢你保守我们这个读经的时间，让更加多的弟兄姊妹有心有力的来到我们的当中和我们一起，以致到我们都是能够在当中去荣耀主你自己的名。我们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祷， Amen, Amen.